大家晚上好。因为大家聚在一块实在太难得了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派对游戏，顺便也来了解一下，经过一天多的相处，你们彼此之间是不是已经熟悉到可以放下芥蒂。这里玩一个小游戏，就是匿名颜值排序。颜值排序，为什么要对李晨和陈赫这么残忍？这个游戏还没有出现结果之前，一定要听。我就说匿名吧，终于。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的，有些人能上第一。他跟小美自己也写吧。没事，良心写一下。你们今天晚上把我放在这里聚众侮辱我，什么意思？我不回去睡觉吗？我要下楼被你们侮辱。我们将在这个特别的地方举办冰雪趣味发布会，有请雪上公主李妮娜。天哪！奥地利国家滑雪表演队，中国第一位花样滑冰的世界冠军冰上蝴蝶陈露，以及她的女儿安娜。谁打脸？谁做那么紧的雪球？酸打脸呢、啊！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的队伍脱掉，进入温暖的话题，参与互动。脱掉，脱掉。点击微博故事，脱掉，脱掉。参与微博互动的话题互动，激烈参与，直关注留守儿童，关注了，力量棒，支持人民腾讯娱乐网娱乐部娱乐搜狐正确棒，好厉害！了解更多节目资讯，感谢人民娱乐网娱乐腾讯凤凰搜狐新闻台，支持三六零。哇，好厉害！娱乐网和新浪娱乐、世界媒体、新浪新闻后端、特邀媒体，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。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